这是你应承受的诛心之痛。石天尊，似乎他只要一哭，我便会心疼。我停不下来。你当时的距离和我的刀就那么一点点。那你也不用推那么重啊，一个人要是被抹了脖子，不应该这么重的倒地，应该软趴趴的倒地才对啊。你还想酿成恶果？从这一刻起，你就是秦娘子了。救父心切，我能理解，但是你必须得记得。闪斩！闭嘴！有可为，有不可为。魏郎，不会真的是命中注定吧？他可是威风凛凛的陆大廷尉。 能被什么吓到？我希望往后余生，处处都是你。